一趟中和华新街，要来拼一场大事。水枪、水球、水桶准备好，这可是等等能否胜利的关键。当然，我还准备了秘密武器。好，我现在也全副武装来到这边，要来感受一下这个新年的气氛。可以看到，我现在是换上了雨衣，可是呢，还是抵不过旁边这些小朋友的水枪攻击。看来这一些都还不够，真的是不要逼我拿出水枪反击。好啦好啦，小朋友的热情，姐姐我举白旗投降。中和华新街格外热闹，21号封街举行新年活动，在缅泰传统习俗当中，泼水代表洗净一年的尘垢，祈求来年诸事顺利，感受节庆氛围，还有在地美食，让你假套套。猪脚肉、冬粉加点香菜、小黄瓜、胡萝卜，还有特制的酸辣酱汁解腻提味。另一道马铃薯拌饭、凉饭、马铃薯番茄酱，加上酱汁，这是南洋新住民心中最怀念的味道。就全缅甸都也会吃，所以就是这个是很特殊的缅甸的黄饭，也可以说黄饭这样子。就很有回到缅甸的感觉的，因为我儿子想带他来玩玩看。还有人特别穿上缅泰传统服饰共襄盛举，台湾人走访华新街吃美食，感受多元文化；缅泰人则是寄托思乡之情。体育新闻，杨俊明杰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